好，那么我们特别为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秘密乐团成员。那么我们秘密乐团成员呢，这个主要的含义呢，就是为了让我们来追寻我们愉悦的放松感和音乐。秘密乐团成立在2013年，由一群来自热爱音乐开创者所成立。那我们团员呢，有医师，有建筑师，有老师，来自各行各业，大多呢都是非专业背景出身，但却拥有专业的热忱及梦想。团队的成员是每个礼拜一次的频率聚在一起合奏，由南洋国小管乐团长汪忠义老师来带团指导。曲风也耳熟能详的经典民谣、流行乐、爵士乐、卡通、百老汇等各类的选曲为主，也积极的参与我们各公益活动的演奏，未来将以更精致的演奏水准来与我们大台中的民众分享合奏的乐趣。好，我们秘密乐团的成员呢，首先为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指导老师汪忠义汪老师，掌声欢迎。还有我们的这个团长范达荣范团长，掌声欢迎。我们的首席布里青剧，掌声欢迎。我们的电子琴老师、钢琴老师王淑清王老师，掌声欢迎。我们的小提琴和管乐老师布里青剧，还有陈佩华、黄凤珍及张佩慈这四位老师来演奏。大提琴的部分有我们林斌洲老师，掌声欢迎。那么我们的这个高音萨克斯风是这个范达荣老师，中音萨克斯风蔡文明老师，中低音萨克斯风林友清老师，长笛是王明华老师来担纲演奏。好，现场的这几位嘉宾，我们是不是热烈来掌声欢迎我们台中市的大家长李嘉龙理事长的莅临，国家欢迎亲。满怀爱